头里重重的，不舒服的感觉啊！我看到那个清朝皇帝皇帝坐在一个椅子上的一张画，那这个都是黄颜色的啊，都是皇家亲人，不过现在是飘在香港的海面上，飘在香港海面上。感觉头顶重重的啊，头顶上是雾水，头顶上是雾水，头顶上是雾水，头顶重重的，头顶重重的啊，头顶上是雾水，头顶重重的啊，头顶重重的啊，头顶重重的，头顶重重的啊，头顶重重的啊，感觉头顶重重，感觉头顶重重啊，都是雾水啊，然后，终于有人。点拨了他一下啊，终于让他点拨了一下啊，让他明白了这里的道理，这里的道理让他看明白了啊，那个香港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在清政府手上扔出去的一粒沙子啊，一粒沙子啊，还回来了，还回来的是珍珠黄金啊，珍珠黄金，现在慢慢又要变回原来的沙子了啊，现在又要变回原来的沙子啊！听到这句话的是个康熙皇帝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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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打一个人，打那个血啊，打他的头啊，打的头里昏昏的啊，打的头里昏昏的啊，打的头里昏昏的。这个是个哪吒，哪吒。和孙悟空也在打他头啊，也在打他头啊，也在打他头啊，感觉快休克的感觉啊，感觉快休克的感觉啊，快休克的感觉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